军翔再拿 MVP， 杨奇玉杀球率惊呆捕手。红队慢慢的把领先的距离给拉开了。直接打开，转身，转身，转身。全明星三赛事进入尾声，最新一集红队捷足先登，在龙舟比赛打破纪录，乃至徐新阳当场感动哭。即将抵达终点。红队通过终点了，红队在低碳的龙舟赛拿下了胜利。很好，可以看到在蓝队的部分呢，刚刚的秒数是1分01秒19，而红队呢则是59秒22。这也是全运动会呢龙舟比赛第一次滑进到一分以内耶。其实当下知道一分钟内，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情绪是 hold 不住的，感触很多了，因为。就大家真的是一条心在这艘船上面，然后很努力不放弃的划完。短暂的领先绝对不是赢。好，第一，后来蓝队在排球强势逆转，断过十字韧带的小玉 carry 全场，发发入魂。就是这个位置，我就是躺在这边脚断的，所以我对这个场地有一点阴影，伤心地。对，刚开始在练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打的，然后我们大概练了10次左右吧。每一次的训练我都学一个东西，我真的很想要从受伤的这个困境当中逃脱出来，我只能在这个场馆做好的表现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来，哇，哇，今天亮起，放出了，这个杰米有水准，杰米有水准，上我。这个后杀杨奇玉再度建功了，这次他要杀斜线，但两个人来拦网依旧是突破进去，对，把这个球给杀进了。我觉得蓝队的男生他们的进攻能力实在太强了，他们一队人的用途都非常的精准，对，他们打的也都不错。杨奇玉后下杀手，15-8，蓝队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。在3战2胜制的比赛，蓝队是2-0拿下了排球比赛的胜利。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虽然第一局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表现，但第二局哇，直接跳出来爆出来，连续好几个的扣杀，非常的精彩。小玉的杀球成功率非常高。非常高，几乎快100%了哦！哇，这是很高的称赞嘞！看他那个肌肉哇，是很暴力的，对。人夫这颗圆冠不可亵玩后，咱们小美哥团魂炸裂，拿下本周 MVP， 这也是他本季的第二座 MVP。红蓝两队的奖杯数则来到15-17哦。也没想到我可以追随品浩的脚步，来到第二座。那我真的是希望。接下来的 MVP 就交给他们，换他们来拿。还能做不到。